现在在墓地来了，杨旭要来了啊！这个就是好久没回来喽，这个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找忘了名字了，我上前面那个。
校航空港那边也在跳，石栏桥那边怎么说呢，这边反正可能都在跳。太刺眼了，这个
就是他牙齿给他洁牙嘛，就是跟他打针，就是清理牙齿。太阳是这样的。
奥林，好的。哎，这小朋友他漂亮吗？还有一个，长得很可爱的。哎，开始了。我们在跳舞。
该回来了。那个西藏那个羊驼吗？是的，在后面那个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西藏公园那条。找你哟，啊，找你去摘个树，呵呵，那个，我打的，你跳吧，我叫你摘吧，你想跳骑马舞吗？那个什么山吗？我拿公文滚过去。Thank you.
刚到，六点半结束。哦，还有八塘水神，在那儿也看得到了。还有闪光灯。这种舞蹈就男的跳的最开的，幅度最大的。这个呢，这个，哈哈，啊，这个，还有他们一起嘛，这七七幺幺，扎地曲筝，不是八筒曲筝，还有那个白鹤，四个人，摄影师有那个黑牛和那个唱鼓的老王。他只有，看吧，曲筝嘛，他们两个东安虎回来了，这几个，他的，他们三个还有一个，十七虎这边，后面吧。说他们吃饭没有，应该没吃饭哦。六点半直接开车过来的话，坐地铁的话没有什么时间了。后面那个是宁大的那个叫，哇塞，刚刚还名字搞忘了。后面那个曲镇后面那个是批了宁大的，叫松吉错母，松吉错母他前两天我他说他们这几天回来，他抖音只有两个视频，你们可以搜一下松吉，松树的松，吉祥的吉，错母，松吉错母。就后面那个。啊，石镜子啊，我车上有，哦，不用，他们这边还剩了很多，我车上还有两大包。你们是发礼物的，原来是发石镜子。哦，那哎呦，这回也过来了。他们那个洗面球很简单，那个音箱坏了，现在啊，坏了几天了，都还没修好，嘛买个新的嘛。这个是拉姆娃，这个是用错有间给那个十七他们拍视频，认真。这个干少爷都是老板，全是老板，都是做生意的。这个小朋友十一岁了。好整齐，看吧。啊，跟着比，跟上不错了。呀，还三排，今天跳舞三排。安东好像的医生哥。啊，老子说那个。啊，对。雷朵肯定要回来呀。跟着。这个男生是刚刚回来，搞完名字了。哦。
印尼的朋友。你是不是要送鲜花和水？我就走一步。新加坡的问我说就这个方式。我就走一步。刚刚撞到男生叫林卡，他来的有时间来的比较少，欧姆在后面哈。现在欧姆和开旭现在都没怎么在一起跳了，开旭的话现在跳了之后一下罗马呀，一下去洗面桥啊、横间呀，什么青羊宫啊，也到处打卡的，锅子也是那种。郭子一天晚上要跑四场，开旭现在基本上也是四场了。这是什么？洗面桥的。开旭跑不在了嘞，人都看不到了。今天来都有时都比较晚，因为开始。也比较晚，八点多六分才开始。这两个是关系最好的一对。主要是教他们教小朋友，他边跳边教，就是发出口令那种，教怎么跳。今天说哦，学生说明天也休息。休息两天，那个我那个阿童母啊，好像司机，那个，你看他戴眼镜，现在有新的造型。看吧。阿布现在又是新的造型，头发染了一下。阿布，他头发又染了一下，他以前是比较长，然后大运会的时候剪短了。烟就吃了算了。
个大红色的，他们三个都穿了红色的。这十七幺幺和徐峥都穿的是红色的，他们去东南湖拍视频，在龙门喷泉那边。这个是松脊寸鹅，鲜明大胆，你们记一下吧。应该他来了几次？昨天应该有四次嘛，三次。因为鲜明大航空港校区那边也在跳，那他们学生规模很大。那我去没去？太远了，南京40多公里，毕竟是晚上。想哭了，温饱吗？八三五啊，八三五啊。哎，松鼠。
自带的，自带的。他这个车子对了。对对对。那你上班也就是爱好嘛，他不存在。就是这个投资对了，嗯，有很多跳舞都是大家认识的，就是跳舞基本上你知道很多都差不多一起了，太多了，就是富过来了现在，都跳了跳了，然后再来就是成为朋友啦那种，就是夫妻关系了，呵呵嗯、这两个，这前面那个是谁？人生态的。阿布和七七把两个同框。哦，我就被套这个了。还没到9点到了再放嘛。要加班吗？你的原厂吗？刚刚现在把那个大毛巾把那个气泡放那去。是吧？要加班。说的话我不知道。那香不香嘛？哇，听你爆发力哈。嗯。对，家人们，咱们边在边闹事。今天我们男团穿的衣服比较统一。
的差点多点点儿。你现在基本上就要三百的呀。嗯。要完了。还有两个在一起了，还是王博啊。哦，你在中间，第三个，现在都是最专业的舞者哈。我们舞是会舞蹈的，开学也是啊，开学本来就学舞蹈，那他现在教很多学生。开学的学生太多了。哎，我在这样还是你在这样？你在这样，我在这样。小灯同学教了很多，小灯那个，他那个舞蹈很帅，就是全部比较温柔。我学了那个。但是学生有几千人。我学了，我学会了。林林，班长是谁？他呀，他去了，他大学之前。林林，往往就是这个嘛，我们叫的观世音菩萨。叫观世音菩萨，他们说这个地方有观世音菩萨，我说是谁啊？他长得像观音菩萨那个吗？哦哦，好的，我就把那个名字。这个点应该十几万赞。就是教训他。脑袋点赞。这个，然后他们有的学的男孩子都这样。这个拍一下，好久没看他们在一起了。就是我们火之后好久了，他们我开学都没在一起了，没在一起过。我以为送了鲜花嘞，然后送了水。来实习呢？实习在哪？我们家跳舞就是什么？实习呢？你找他干嘛呀？跳那个板凳山。你找他跳？你找他干嘛呀？来嘛，来嘛，来嘛，来来来。是个男的。男的不一样。我们在这跳。那不是我的，哪里挨个？我也不会跳，怎么跳？我这样，不是是不是？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吧，阿土豆吧。嗯，他说。爱的跳，教他。全是老板，这里面很多很多。过来，哎。都是。他有些要跳，这个小朋友有些跳，要看心情。心情好的时候，就跳一下。这全是拥挤的街灯。
抖音有一对跟小朋友小老虎的那个，对，全部是用的接班人，在抖音这个视频里面，小朋友入境的，就是小朋友视频里面进去的，比如说全家做这个钱，全家做有时间直播的时候都不能把它拍进去，我不知道国内抖音管这么严。哇，在中国那个取证，随时都抱，随时抱在一起。一般张小波喊过来噻。啊？张小波在那里吗？哎，在那他。他怎么不过来呢？张小波清楚。清楚吗？还有徐哥。嗯，我都没过来。一般脸色比较深红色的那种，一般在高原待的比较久，那到成都来玩啊，跳一下。那就是学生，学生在藏区，每个都会跳，小学、高中、福建操、福建操，还是跳跳藏舞、藏族舞。来，昨天嘛，前天，昨天才前天，前天才。你下，好的。暑假结束了就看不到这么多小朋友了，上学了。有些女孩子在这儿有可能就是在这儿玩一会儿，出差呀，或者是在成都，住几天啊就走了。比如说以前那个东大服装的周郎，跳得很好啊，然后一晚上就走了，然后到时候再拿把车。原秀在。
吃，就是跟老人在一起的吗？可以的。就不成人说的，他们那边主要是钱，那边方面。没找到人，没他们说了，我也不晓得。对啊，没有去人少。啊，有些都给了钱了。哎呀，有些有几个都给了。嗯，他们私下的。
记得拍。没事。在后面发红舞，这松，这个是洗面桥的一个，自己不说了。没有了，解散。对，像颜色衣服都一样的。那么，还有十七米，哦，对对，站在一起，都是一样的衣服。Thank you.
销魂一条，对，不是一条，哪边又一条了？不要当他马，不要人马，不要，不要。你来跳吗？我不会，我跳错了，不要逼我呀！不准跳，人家不会跳，没事，还算可以。错了没关系，不准跳就行了。三个颜色应该都一样的，应该在一起跳。十七娃不得玩。跳后面是红宝，发红宝，红宝跳好。哎呀，去正跑最前面是吧？哦，瑶瑶。
哦，不是，是打游戏啊，去吧。啊，去，有空来去吧。哦，今天晚上你们肯定要去。当然肯定要去。罗马那边也去，去罗马去，全国还不错。这远处看有点像丽丽的那个，跟原来的时期。在那个这儿吧。看旭都发一个单子的作品。
Thank you.
新的一个新编舞蹈，这歌词放最多，跳最多。欢迎的歌到处都在跳，噶。最后那个，这个是叫康婷，到处都喜欢跳。康是上班，出发。哎呀，太阳太阳可以哟。我给你们做呀，三姐妹啊，他们三姐妹来看一下。还有你三姐妹，三姐妹都出来了，聚集了，下去看看他们两姐妹什么样。来来来，看看他们两姐妹，看看他们两姐妹。他们现在还唱两个人啊，但是两位还没聚集啊。去哪里了？这个，这还有一个，走了吧，走了一个蜗牛，成功。十点，十点，他们跳完的比较慢了，没，小音箱没拿。